China 除了指中國之外，它也是指瓷器。在明朝之前，其實除了中國之外，是沒有其他地方可以出產到瓷器。我們廣東的彩瓷也是沿應著中國五彩而發展，起源於清朝，至今已經有300多年的歷史。製作廣彩要由揀白胎開始，由一個白色的碟，然後我們就會將它分為不同的空間，這樣這個叫做開腹。之後我們會用墨來去起稿先，然後再會用黑色的線條去勾勒它整體的輪廓，主要都會用黑色來畫的。之後就會填顏色，也會有織金的過程。最後我們就會拿去燒，燒就會燒800多度這樣的。我們通常就會學車線先的，即圍著邊車一條線，也會學勾線，這個過程至少都要有1年的學習，才可以畫到很幼細的線條。其實真正廣彩師承就真的要10年才可以完成到，因為有不同的主題，有人物、花卉、有建築、有家族的徽章這樣。其實畫人物，它的眼神是最重要的。我們廣彩通常就不會很正面地看著，每個人物的面上會有點質質地，大家人物和人物之間好像有一些眼神接觸和一些動作，就跟粵劇的唱造連打很相似，即是一些動作啊，他們的架子呢，就是影響到我們畫瓷器的個構圖和人物的動作咯。咁廣彩嚟到香港，因為香港佢係一個文化嘅避難所啦。咁因為以前有好多嘅政治不穩定啦，咁就好多人才嚟咗香港，畫師啊、燒瓷器嘅師傅啊。其實廣彩佢係一個流水式作業，佢背後嘅從業員係有好多嘅。咁而且香港佢係一個中西文化匯聚嘅地方，所以我哋無論是顏色啊、風格上面，我們都獨當一面。在香港來說，我們畫瓷器其實是沒有什麼特別的禁忌，也是令到我們的創作上面更加的自由。道峰山的福音繪瓷，尤其是中式的 style 是獨當一面的，也是因為香港這個地方我們不會有太多的限制，可以用這個媒介去傳教。早期阿香德牧師就是透過本色化的這個方法，去用我們中國人的語言去傳播福音，也有很多信眾是信了基督教之後，在道峰山上面一起工作靈修這樣的。他們也需要有一個生存的技能，所以呢就開創了這個道峰山繪瓷部，至今已經有70多年的歷史。一開始其實都是畫一些花卉的圖案，即是一些廣彩常見的主題。後來慢慢地，周以雄他就過來道峰山，咁亦都有其他唔同嘅畫師一齊合力啦，去設計出我哋嘅福音繪瓷。咁最主要都係畫一啲新約嘅故事嚟嘅。咁呢啲嘅圖案咧，糅合咗國畫裏邊嘅鋪排，亦都糅合咗潮州佢哋畫派嗰啲衣節飾紋裏邊。所以其實喺道峰山嘅呢一啲中式嘅福音彩瓷咧，喺成個廣彩或者瓷器裏邊咧，係好重要嘅。其實每一件瓷器咧，佢都可以揭示當時嘅精神面貌啦。由最初一啲敘述性嘅故事，可能係一啲家族嘅徽章，或者係一啲民間傳說嘅故事。咁好多到而家，我哋未必會真係耳熟能詳啦，即係嗰個年代先知道嘅事情。江山亦都可能會改變咗，咁亦都而家剩低嘅係瓷器啦。因為瓷器燒製咗之後咧，佢就係永遠係流傳喺呢一個載體上面。因為初要知道做呢一個《六亞方舟》咧，咁係將一個西方嘅聖經故事擺落去粵劇裏面咧，我係覺得有啲難度嘅。即係我究竟點樣可以合理地去將佢套用得到喺中國嘅背景？咁而咁啱道峰山上面嘅彩瓷嘅畫咧，亦都就係將西方嘅聖經故事擺翻落一個中國背景。咁所以呢一個過程對我嚟講係個信心大咗好多啦，亦都覺得係原來咁多年前都已經有人做得到啦。咁所以我覺得我哋應該粵劇都可以有呢個新嘗試去做得到嘅。
咁我就透過觀察同埋欣賞咗杜峰山嘅福音彩瓷之後咧，咁我都參考咗佢嘅用山水啊，或者係用建築物同人嘅比例啊、關係啊，咁我都將呢啲元素都嘗試放翻咗喺我嘅舞台嘅空間嘅運用上邊嘅。我嘅靈感係嚟自杜峰山嘅福音彩瓷，就係耶穌平靜風浪裡面嘅。佢畫嘅內容咧就係一個比較大浪嘅情景，而我哋亦都有洪水滅世呢一場咧，咁亦都係一個好大浪嘅情況。咁所以對我嚟講，嗰一個佢畫嘅線條啊、構圖啊係好吸引得到我嘅。咁所以我就將佢簡化咗之後咧，攞咗一啲精髓就變成一個圖案，放咗喺我嘅舞台設計裡面嘅。有個機會嚟到杜峰山啦，睇到呢度嘅瓷畫啦，咁就攞到好好嘅靈感。所以在呢次設計方面我就想我哋嘅中國戲曲嘅人物造型服裝，我點樣去做呢？咁成日我哋會好多時候話要擺啲咩嘅新嘅元素，其實我會覺得唔係新嘅元素，反而係點樣將一啲嘢可以盡善盡美。咁所以今次喺創作人物角色方面咧，我參考咗啲瓷畫，佢啲瓷畫佢哋好得意嘅地方就係佢哋會將啲人物造型咧係好清晰化嘅，因為一張瓷碟係好細嘅，上高要擺咗譬如嗰啲聖經故事嗰啲角色，佢哋係每一個角色嘅顏色造型係好清晰嘅，令人一望就好清晰認到。咁其實戲曲佢哋對人物造型都有咁嘅要求嘅，咁所以我喺呢個創作方面，我就會喺嗰啲頭飾啊、造型啊，每一方面我都會盡量再細緻啲去處理佢哋。今次我哋服裝分兩部分啦，第一部分人嗰部分啦，咁我所以喺啲譬如領啊、三腳啊一啲細緻部分，我係做咗新嘅調整嘅，增添多啲色彩啊、細節啊、繡花啊呢啲咁樣嘅嘢，即係其實希望個感覺咧，將啲人咧睇落。雖然他們的角色是不可以很有錢、很華麗，但我都希望他們看到個角色造型鮮明很多。動物造型方面呢，就因為我覺得我其實看了很多戲曲關於動物造型的設計，即是傳統那些，譬如他們武松打虎入面就是老虎，或者是孫悟空齊天大聖那些麻溜仔，其實這些造型他們傳統嚟講，佢哋係我會覺得稱佢係圖案化、圖案感嘅，即係佢唔係一隻毛神神嘅馬騮仔，但係行出嚟你會知道佢係一隻馬騮仔。咁所以我採用呢個方向去做一個創作嘅起點。咁喺傳統廣彩裏邊咧，好多嘅人物主題咧，我哋都會用一啲戲曲擺去裏邊嘅，咁我哋就叫做借劇畫人。咁就令到嗰個場面咧就更加豐富，亦都有更加多嘅故事性。譬如話，我哋要祝壽嘅主題啦，我哋就會畫國子儀拜壽圖啦。如果我哋要畫一啲郎才女貌嘅，我哋就會畫梁山伯與祝英台，或者係一啲西廂記嘅主題。咁所以戲曲亦都係影響咗廣彩裏邊嘅內容啦，點樣嘅鋪排，我哋見到佢嘅場景啦，亦都係好似一個舞台咁樣嘅。後面咧會係一啲亭台樓閣，然之後人物嘅故事啦就會擺喺中間。咁我哋會透過佢哋嘅服飾啦，咁去區別翻主次嘅角色。一啲侍女啦，佢哋嘅髮色咧就會冇咁隆重啦。如果係一啲小姐嘅角色咧，咁佢哋就會戴玉額啊，佢哋衣摺咧其實都係嚟自於我哋嘅漢服咁樣嘅。我覺得我彩瓷啊呢啲藝術，所我哋叫做傳統藝術啦，其實我又覺得。在我而家我今次嚟睇咗呢個杜峰山之後，睇咗呢啲彩瓷之後，我自己反而覺得其實我唔覺得佢傳統咯，我都好覺得佢係冇圖案啊，好多嘢就算擺喺而家我哋呢個時代，都我依然覺得佢係一個幾有創意嘅創作嚟嘅。反而我覺得佢俾到靈感我，有啲嘢原來以前啲人可以行到咁先，點解我而家啲創作我有時我反而可能好拘謹。咁我覺得今次我哋用緊嘅係呢一種方法，就係比較多點樣喺彩瓷裡面去揾翻去裡面用嘅一啲理念或者元素，跟住之後再將佢擺翻落去一個粵劇舞台嘅空間裡面咯。粵曲同埋呢一個嘅廣彩，佢中間嘅一個文化交流，亦都係其實係一個開始，因為粵劇佢有好多唔同嘅曲目，咁廣彩亦都有好多唔同嘅畫法，咁佢哋兩個加埋一齊。正如而家一個即係非物質文化遺產嘅一個保育風潮之下啦，其實兩項唔同嘅遺產，我哋可以合埋一齊，係可以創造更加多嘅新思維咯。所以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好嘅開始。